不同价格的迷你世界，最后一个竟然价值十万。首先第一个是1块钱的迷你。我去，这是哪里啊？怎么什么都长一个样？我觉得穿越到马赛克世界了呢。这是1块钱的迷你世界。1块钱？难怪这么简陋，草地和树木都是绿色方块，一点细节都没有，也太 low 了吧。还有这绿色一坨，不是草吧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坨奥利给呢。还有这么普通的船，不仅不能睡，还长得这么丑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你看这里有这么多帅气的武器呢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武器？嗯，时髦短剑、木棒、突刺长枪，你确定这是武器而不是狗啃出来的木头？这边还有无尽套装，你确定这东西拿去挖矿不会被矿挖烂吗？不要猜疑画质，迷你最重要的是玩法。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有道理，正所谓小妖目前露宿。不是吧，这树木怎么一碰就碎？什么情况？而且还没有掉过雾，这哪是迷你世界啊，分明是地图世界。肚子好饿啊，我们还是吃点生物填饱肚子吧。哎，找了半天怎么没看到一只生物啊？你是不是瞎？生物不就眼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？近在眼前？你说的生物不会是这个黑色的大骷髅架吧？这也太抽象了吧。算了，你填饱肚子就行。妈呀，这什么生物，你太强了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流血了。小喇叭来我这里。好，躲在这里应该安全了。呀呼，行了，别动。妈呀，我身上怎么着火了，救命啊。因为你脚上的红色方块是岩浆。哪尼？什么？傻条，你怎么早说？1块钱的迷你一点都不好玩，果然便宜没好货。我还是去看看50块钱的迷你吧。贵果然有贵的道理。50块钱的迷你，草地变成原来绿色，虽然少了点细节，但是看着很舒服。而且树木不再是一样的颜色，上面的树叶和树根都有纹理，但还是不能挖呀。不仅不能挖，还能随意穿梭。这50块的迷你不会是个贴图吧？没事，只要有吃的就行。你看这里的生物已经不是黑色的蛋和骨头架了。真的耶，这些生物怎么这么眼熟啊？管他呢，先吃了再说。滚！我去，这里的生物也太牛了吧！果然，可乐进的就是不一样。那我赶紧去刻100块的迷你。哇，金色传说！哇塞，我真的穿越到化石大陆了呢！这100块的迷你也太香了吧！而且这里有野怪，不仅霸气，只要生物欺负我，他就会帮我揍他。不是吧，这也行？这哪是野怪，分明是保镖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看看1000万的迷你了。OK, let's go. 哇塞，这真的是迷你吗？这光影效果也太好了吧。切，小辣，你也太土鳖了吧。1000块就把你高兴成这样，接下来就让你看看什么是10万块的迷你。什么？10万块？We got millions of reasons.To let it all go. Hope we're not too broken. I know I'm not always strong. And I've been counting days to get away to see you again. 简直不可思议，这个现实一模一样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哪个价格的迷你？